今行くからね。Hello， 大家好，我是汉姆。好的，来玩我们的浩源。今天是9月23日了吧？哇，给他跑一下。好，电脑比较慢了。OK， 现在看我今天的状态是13120战力。主要是我今天有做一个装备啦。我们来看一下，做了一个衣服，哦，这个34级的衣服。那我今天打算来做一下我的靴子，现在是27嘛，可以做一下。这些东西都可以自己做啦，做的方式就是你要刷那些首领嘛，刷我们这个野地首领，比较容易做出来。然后今天再打一下这个队玩战斗吧。为了要跟他打，我就先把他建议的角色，我们这一只熊镇给练一下。熊镇目前战力6000而已，比较弱，比较弱。超越3，然后装备倒好像是共享比较弱的装备，因为我比较强的装备是天境拳的，因为我就随便弄了几套装备这样。不然我不喜欢拔来拔去嘛，不然每次在那边换来换去有点麻烦。然后今天练这个镇熊，熊镇的时候顺便练了昨天抽到这个刘恩，刘恩战力更低，因为才超一而已。我们这个游戏的战力不会因为你那个你是特殊还是精英会有不太一样。我觉得特殊跟精英的差别应该差在那个差在技能吧，武功啊什么的，我觉得啦。还有这个武功的强弱，就是你从战力看起来是其实是没什么差的，不管你是精英啊还是那个，我们这个游戏是怎样？达人啊，精锐哦，精锐达人特殊，就这三种类型，这三种位阶的卡牌，我觉得它战力其实是一样的，没有说你是精锐或是达人就会弱，比那个特殊还弱。好，所以我打算今天先来做装备。那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是组队的嘛？组队每天有那个重复奖励啊。哦，组队这边也要刷，因为这个可以做视频，可以做到35啊。然后这边是耳环吗？所以我是要刷鬼幻。鬼幻我还没打，因为我觉得打三姐妹好像就有点辛苦，队友太弱都不会过。我如果是整个队伍里面的排第二或第三，基本上会过伤害。如果我是整个队伍里面伤害最强的，那应该不会过。我没办法 carry 别人，我要靠别人 carry 我。因为那个战力不够的话，那三只就有点难打，会打不死，因为他们会一直复活。好，所以我要打这个单人的。单人的是这样，这个百毒的话，这个东西是做衣服啊，哦，可能要250-200多吧。然后张龙的话是做鞋子，这边有保证嘛，12-29，所以就来刷一下张龙吧。他没有次数的话就补充一下，反正这个超多，我现在有30次。然后铁簪子的话是武器啊，我的下一把武器要36啊。然后马强一样是紫色的，只是它掉的比较多吧。好，所以我要来刷这个张龙。张龙你如果战力8000多，跟他打其实很辛苦，需要很专注，因为他有一招会晕人，晕完人就是放技能就把你撑死了。那我现在13000打这个8000，当然是随便打，根本不会死的。刷个一两场吧，看看我差一点吧，差多少吧。
之前以前为了打他，我都要把他的什么技能都记住。比如说这个、啊，这个应该不用躲。他现在已经不像之前的那些，不像之前那一种节奏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打他很痛，打他很痛的话，他就没办法像之前那样子。这会晕人啊，所以你看我，哦，你看我走太快了。会晕人的，我想说快点把他打完，不要再晕我了。S 有没有 ？S 就比较多有没有？你叫我有 A B C D， 然后随着你那个完成时间，那个 S 的话奖励就比较多。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单人副本首领，还是得刷。然后我们就会有那个资源的，我们就来做装备。今天要做靴子嘛？你看这个潜龙系列，你看250嘛。我今天做的是衣服、啊，潜龙的衣服也是200，我做34。武器的部分我还没有潜龙，因为潜龙要36，这个要250片。我们来做潜龙靴子。我们这个游戏好处是做装备不会爆啊，必过，必定做出来。如果会爆了，就太糟糕了。哎，大成功哎、欸！大成功是什么意思？多一个哦，真的假的？我第一次遇到哎、欸，大成功直接给你一个哦，多一个哦。大赚，笑死！之前都没注意。S 两个，你看 AC 这个 S 两个少一个，这边还有 SS 的，就是去洗的啦。这个加250哎，啊这个嘞。差不多啦，因为这个有 SS 的，然后你要重铸一下。欸，不是说可以移转吗？应该是这个吧，是不是？这样子吗？我不太会用欸，先有空再用吧，不要乱弄。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厉害的。重铸这个38啊。冲啊！成功了，耶、yeah, ！成功，然后可以再冲一下。啊！啊，怎么还是加五啦？算了，那我们就可以洗一下。啊，它只有两个哎、欸，它这个只有两个磁条，奇怪，它不是三个哦、喔，亏了。应该这个了，这个三个磁条，这可能会好一点。它有三个磁条啊，好啦，我先这样吧。三个属性有没有？嗯，可以换这个啦，把它换过来。这个27的没用，又他的下场又是分解去的。好，不冲，我就这样就好，就这样就好了。因为这是我第二套装备嘛，也不用说要超强，就有就可以。好，刚刚我们的战力又多了一些吧，13673，我原本多少不知道。忘记了，刚刚好像13200多吗？反正装备可以很明显让你的战力有感提升的、啊，像是有一些那种这种什么书库这种都加一点点而已，有跟没有一样。这个每天有空就刷一下，我土门阵也刷完了，现在要刷这个猎杀地带。
这个猪猪农场这边怪很强哎、欸，听说很强，要两万哎、欸，我不知道啊，真的要两万啊，说好动啊。好，我们来打这个对王吧。虽然每天都说卡战力、卡战力、卡战力，慢慢的也一万三了、啊。哎，一万三的战力，我现在排多少啊？这个排名是即时成长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即时的，因为我现在479啊，我之前掉到快500啊。那也有可能有些人弃坑不玩了啊，像我们那个联盟的会长已经不玩了吧？联盟会长已经11天没上了，联盟长你在干嘛、啊？你这个混蛋！我要退出联盟了啦，生气！我都第二名了，虽然我们这个联盟也没在干嘛、啊，联盟也没有，难怪都没有委托任务了，因为都没有那个会长帮我们弄了，所以我们要换工会了。哦，要换工会，因为那个会长，理论上很多游戏是会长，如果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上线，就可以把他投票把他踢掉，或是直接换人。好，攻略的话，这边我们要消火器。这边有黑化啦什么的，那技能啦、啊、所以我们那个推荐英雄就是这个，我们这一只熊镇，所以那个熊镇也是要练的啦。这里的话，我把这只换掉吧。好。我这个三万七也拜托我打这个29000，我如果输的话，我要砸电脑。没有啦，输的话就是我阵容不对嘛，那就看一下有什么阵容。你们就是昨天叫的人，我哪是啊？完嘞，我被孤立了。带我走啊，跟我走啊！我都玩中文的啦，可能有人都玩日文的。我们那个熊镇的话是这样，就是这一招是那个可以抵御火气抵抗率，然后还可以消除火气，哦，与减一效果，只有两回合啊。我们身上有这个符咒有没有？这个符咒就是那个火气的抵抗吧？不是会有那个把它干掉啊？好痛哦！不要这么痛好不好？我们的三万七是所有人的三万七，他是一个人两万多。我们的战力是堆叠起来的战力，我们的那个熊真快死了，因为他那个战力是最低的，靠晕的。才打3000而已。完了。快死了。已经没有技能了啦。啊！生气耶！完蛋，输了，黑化了。好，我们那个熊镇，狙狙，那战力最低嘛。哇！我们那个谁，天境全死了，好难哦。我觉得应该是再玩一次，应该可以过吧。再玩一次就是我要换角色。
我们不要用这个军马会，没啥用，在这边没啥用，我们用我们那个小雪好了。小雪比较强一点。我这个阵法是后排格挡率加 12%。哇，29000欸，一个人有29000。要用合力技耶，没有合力技耶。我们熊镇，这个那个全部都是我的。3800，一点都不痛，可连锁。他不是说可连锁。我这个只有两回合而已啊，先奶了，先奶了。小雪是打单体的啦，哦，终于连锁了一下了。就生气，我刚就是他生气的时候把我打死了。啊，还好是熊镇被晕。我想要用谁啊？我想要用小雪，就按错了。又没有技能，他弱化，他弱化了。你有一些钱呢，我拿走了。弱化了，好痛哦！直接喷10000。我就说再打一次应该会赢啊。奶下去，不奶要输了。终于可连锁了，摇晃并燃烧，超痛，掉一半的血，好，大招赢了。就说那个换个阵容就赢了，因为那个军马会在这个组合没用啊。军马会是明明在保护元老。打全体还有那个再动某个角色，让他攻击他的那个移动顺序往前移，但他都失败了，没啥用。好，过了，居然发现，不要看小雪好不好？小雪打单体很强，还真是惭愧。而且他的那个技能可以一直用，因为他可以，他的冷却比较短，大家应该有发现吧？别人都用普攻了，因为那个技能冷却的那个回合数比较多，他的好像还好。我们也是在营帐里面遭到袭击，他们一定是混进了，必须尽快啊！好，哎，道律好久没用，有一阵子我还蛮爱用的，但是他都要手动在那边放那个辅助，不然他都乱放。哎，探险据点开放。探险据点就是我一开始都说4小时嘛，那有网友说可以往上 up 啦，就你探险的时候，对不对？这边可以去 up 到12小时，但是我还是只有一队啊。我要优化要买，要花钱买啊，没钱啊，好想优化啊。是这个吗？强化优级通行证吗？要600，强化优级通行证要600，没有，就这个而已。本来下次就要跑这个了、啊。好了，那个过了啦，19章过了，因为19章再来应该只是讲话而已啊。我们就玩到这边吧。我看一下任务啊。你看这里、啊，通常都只是讲讲话，然后就过完了。因为 BOSS 就是那个对网了吧？我在想，
然后再来20张，20张应该是还可以过。然后再来2亿的话，2亿应该现在不能过，因为2亿现在要2万多，2万多战力啊，绝对卡。好，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把队王干掉啦。啊，还有制作装备的部分，就刷那个野地首领，认真给他刷下去就可以了。好的，我是汉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